捌书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考注》第333页，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。有闻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明定定住三昧啊，有一夜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多罗尼，如是定合合，名为五百多罗尼门，是为菩萨现化功德中啊。咱资料里面有一个解释一切世间无碍明定诸三昧，这名理名佛学大书典顺悟啊，佛门的顺悟智慧之别名，菩提论以法有以明者，以慧为性，慧能破暗，故说为明。有以无碍成君为性，凡无明故。这个以利啊，无碍的善根，伊的体是刚我，家家的破无明，但行于中十四万。地化现了，故名为明。啊，这个明呢，拢是现智慧的意思。圣贤的教育，佛陀的教育。是以开智慧为教学终极的目标啊，为什么开智慧呢？智慧是自性本来具有的，不是对外面来的。啊，而且这个智慧不是普通所讲的智慧，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明的究竟智慧。佛跟人讲，这是属于性德的。那性德来对第一德，是一切众生诸性本自具足的，那是具有足，就是圆满。那诸性达行圆满，但经对顶面啊所讲的啊。无量寿呢，都、就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修是无量德里面的一个代表，寿命无量，智慧无量，财业无量，德能无量，上好无量，修养无量，快乐也无量，无一项不是无量的。干我是正面的，白血是反面的，反面嘛是无量。那没自性，烦恼无量，苦报无量，生死无量，活过来反面呢？一个正，一个反。那属性法界上的这拢嘛是正面的，六道凡夫之内，这六道之内拢是负面的。那这件代志，咱也必须都爱认识。那这是修行适应道的基本概念，来肯定一切众生平等的具足，佛啊具足，那么具足，芒塘高下嘛具足，细菌嘛具足。啊，甲诸佛无离无别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！那个扩大到一切的物具足，一切空物具足，为什么一切法拢是对诸性流出来？所以一体是具足的，是圆满的。相有种种不同，体也是同款，是啊，一个主体，啊，一个主体，称为啊自性，称为啊法性。呀，这都是佛教育的基本的概念。那诸性内面，真正都是无量的智慧的灵。智慧是体啊，其作用叫显卡方便。作用内面的第一点，都是慈悲。有智慧必定有慈悲，有智慧那是无慈悲，伊毋是真智慧。智慧骨较大，伊偏咯，邪咯。啊，哪个是真正的智慧，一定有慈悲心。如何如来大慈大悲。化身菩萨大慈大悲，为什么有净地呀？伊无邪思，伊无邪念，一切真实啊！啊，无一项是真实，心中作。啊，所以智慧称之为明，光明，真是光遍照法界啊！
中国字里名字里，你给合起来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无所不教啊。你叫你是啊，你叫暗时，这个叫明24小时未中断，出这个意思。你看这里一含义，伊啊是依据什么理由来做出来呢？那哪看到这里，就知影讲伊的意思。大乘义中第十四法，地化现了，这个法是一切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现是明现，了就是明了。对我啊，一切法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灵啊。啊，既然是自性本具，伊也无由外地咧，唔是讲对外面来，所以啊，爱会向学啊。佛甲人讲，佛甲人拢共款。是一，唔是二呀、啊。佛呢是远离一切障碍人，就是无碍。众生啊是啊，一切啊无碍的佛，事啊。拢嘛是障碍，啊！这个究竟是安怎呢？就是迷我无讲啊！我菩萨讲我了，把一切梦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啊，那就知影了。从爱对对来，对梦想分别集中来啊！自性内面无梦想分别集中，但梦想分别集中是对对来。大乘经佛上讲，一念不觉，所以不觉就是无明。啊，经典里上讲的无明，无明就是不觉，是对一念生的。一念觉呢，无明就断去咯，就无去咯。常常君临啊，文佛说法，一念觉，释迦牟尼佛给人表演呢。菩提树下立定一念觉，啊，对禅定当中觉悟的觉，这个缘不一定，千差万别。啊，慧能大师的觉悟是对文化觉悟的，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的大意。听到啊，《金刚经》《金刚经》顶面所讲的，应无所住理生其心，这是世尊在《法界经》上讲的一句话，
对着绿洲飞灵的鸡，伊是听大一切大音哦。你看，各种的语言无同啊，拢会达到究竟觉悟的境界啊。所以讲，是化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不一般四种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平等啊。为什么不一定什么人，你都一个法来对觉悟咯？放下咯，幸福咯。都还有恶不？不恶啊。若下非所用，恶迄套物件拢总用未着。你若用会着，用会着是障碍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性来对一法不立，啊，所以任何一法拢未用的。你安怎呢？哎，都放下，开我的放下。拢总拢放下，也无开悟，你都爱言咯，言就是方便啦。那立定是一言，听经是一言，啊，立定是用意识，看到。灰花落叶，风吹着灰，灰瓣落落来，这个树叶啊，树叶落落来，看你是看模样开悟咯，人心见性了，为什么眼观啊？啊，慧灵是逆观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立定是意观，你看，有人闻到香，有人嗅到味。这些东西记得没开悟了，妙啊！所以呢，六根啊，接触六尘境界啊，不一定什么缘分，也不一定是多一个根起作用。啊，一悟一切悟啦，啊，对眼悟的，跟对逆悟的是拢同款啦。噶对意义我的拢嘛完全同款，拢通咯。啊，这个道理，意必亲密啦，怎样人无罪啊？那只有佛菩萨知影啦，按那中国老祖宗知影，那其他的高性先贤，讲这种无共族群的这个高性先贤有知影呀？啊，建立这个境界，有千千无同，同款是是佛陀的菩萨，要四十一个戒禁嘛，也就是五力千千的无同，是同一个境界。深层的五力非常明朗，千力的人
虽然讲啊，一切明了，有一点啊模糊。是一款道理，这高究竟明朗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啊，妙觉啊。啊，看到究竟圆满的自性。啊，自性内底圆满的性德，拢嘛流出来咯。啊，对佛来讲，一个是啊，啊自受用，一个就是啊他受用。啊，主要是咧讲他受用，他受用是咧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。也会甲伊同款，达到究竟觉。这叫地化现了啊，这名意思。那咱明白这个原理啊，怎样就以方法了。下面呢，完全是家己的代志咯，就是伫个六根门头起作用啊，建设文声，每何六顶蒙蔽。知影讲六根六尘是假啊，共体即空了不可得。只要不起心不动念，什么代志都嘛无，事事无碍啊。那是理事事事无碍，这是华严境界啊。把华严回向佛菩萨，又名是啊真言及别名。真言就是咒，名密宗所修的真言，令破烦恼之暗，故闻名。七九你开智慧，为什么呢？七九是一种摄心的方便，念头一起来，第一个念头，无论是正念，也是啊邪念。唔关这个，只要念头啊起，第二念就回归到旧故咯。啊，旧故来对最普遍的，就先教来对念阿弥陀佛，你教来对念吽嘛呢叭咪吽。这是啊，观世音菩萨的大明咒，叫六字大明咒。你看用名，那先过来对归阿弥陀佛，念头就记了。第一念头，第一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唔通啊，何念头相续？啊，善恶嘅念头都唔通可以相续？为什么？善念是三善道，
恶念是三恶道。啊，你那好念头相续，你未当出六道轮回。啊，其实实在讲，照顾一般是无咧解释的，完全用清净心，用坚定的信心去持的受用。为什么？伊无妄念，伊无怀疑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最后也是会当把这个咒的意思讲清楚。通常一般上师是无咧讲的。呀，我的年轻，这个老师是密宗的大德，啊，无例外。伊老大人也传我这个咒语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这是一种的读音，叫我定定念。我甲伊老大人请教啊，这咒语什么意思？伊也真慈悲，讲给我听。Om， 原作啊，中国意思是身体。Mani 是莲花，我经常有啊。Mani 是莲花 ，But the me 是不齐啊。Om 是意。都、就是念头啊！那、啊、这几字的意思呢？心、莲花、波起、意，这是印度的文化啦。中国的文化不是安尼先讲的，中国的讲法呢，一定都是波起、心、意，就莲花同款。中国人讲话就是这意思，保持你的心靠意，像莲花同款，是污泥你不染。这个啊，意思真好。啊，这是教人修调呀，把什么是保持？保持心靠意，像莲花同款。通常是无尴尬的，那观想呢？观想想这几字，不是想别项的。啊，咱了解这个意思，观想就无同咯。啊，好，咱念念出。污泥你不念，那、啊、这都是这心一处啊，把心藏在唵嘛呢叭咪吽这个咒语顶面。啊，咱净土宗是把这个心。更迭那么阿弥陀佛的佛号顶面，意思是完全同款啊！救你救济啊，对，得定啦！啊，心定迭阿弥陀佛的顶面，就叫念佛啦，啊，三昧。念佛三昧最浅的是功夫行遍，确实会保持对早到暗，心内佛号不断，
这叫做功夫成片。有这功夫的人，就决定会得胜。咱来认真去做，爱记得那是不做，来生也是三恶道啊。只要是家己认真反省，咱伫即工对早到暗，起的是什么念头呢？讲的是啊，什么话啊？做的什么代志呢？啊，如果拢嘛是为着那孙林啊、李记，这都是地工业吧？那那第二利六时中，心内念念拢嘛是阿弥陀佛。啊！良心极乐世界，啊！一个反省，完全拢知影，无往生就不得了啊！啊！宋朝的印刻法师，伊就想到即层，伊发一个雄心，真雄。三日三迷啊，不眠不休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那伊也是一直念落去，并无求阿弥陀佛来。但有心求，伊就未来啊。那有心求，就唔是真诚心。真诚心是啊，一念不生。若有所求，心就未成咯。啊，感应就不得力。啊，因果法师啊，只有这念头求生净土，惊对地狱啊！念了三日三暝，诚心啊！阿弥陀佛现身给伊讲，张开手机啊！你的寿命也够有啊，十年，十年好发修，到你啊命中的时阵，回来接应你，这是该手机啊。哎呀，真聪明！你无迷惑啊，当下就要求阿弥陀佛，我十年寿命无碍咯，我即卖就对你来去啊。这是啊，智慧现前。啊，那是无智慧咧，感谢阿弥陀佛。哦，十年了后往生，伊知影我以后十年的寿命，人伊的智慧无碍，性命无碍咯。十年唔知影佫做偌侪业咯，无想要做业咯。阿弥陀佛啦！同情达利呀！应顺众生，就答应伊咯。伊讲好，三工了后，我来接你。对，是卖三工，三工叫伊修功德啊。这个三工会当修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影响到千年万世啊！何以啊？把这个代志向大家宣布。我看到阿弥陀佛咯，
阿弥陀佛三天在后来接我，庙内底人无人会相信，因为啊，伊是一个无修清规、无修戒律，人拢讨厌伊的一个出家人，拢啊无欢迎伊啊。伊讲的这款话，人敢会相信呢？但是看伊的态度、口气，佫无像是假。但是三天真紧啊，佫等三天看麦。啊，看你是真的也是假。三天到了，伊咧请大众念佛上养生。这嘛是表法的啊，现身说法给大家看，大家嘛真欢喜啊，念佛啊上往生，念了大概啊一刻钟，古早时阵一刻大概啊，就是咱现在啊半点钟。伊都甲大家讲。阿弥陀佛来了，来接我了，欢欢喜喜跟大家告别一起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当时看到的人听到的人对念佛的信心坚定了，对求生净土这个愿定了，我有个怀疑啊，宋朝的人，古历咱七百多年，咱今仔日听到精忠信心、精忠愿心，这个功德偌大呀！啊，做出上好的榜样啊，最殊胜的表法。那、啊、真正会放下，真正看会破了。啊，跟任何人一团和气呀，未过计较，把人诶是非邪情拢总无了。啊，清净心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因科伫咧看到佛到往生这三天，伊的心悟意三业，咱会当想象会到。甲伫咧阿弥看到阿弥陀进前完全无共，无看到佛世俗之人，俗气真重，业障啊真重。看了佛了后消去了，顺境顺仙啊，微境中表法啊，微弥陀这句圣号表法，你看这句佛号有灵无？三日三暝啊，万里是法界，那是离六道离是法界了，进入世界啊去做佛去了。呀，这是咱的呀，这典型念佛人的典型。啊，咱应当专心专力来好法。
啊，所以讲宁破烦恼暗，悠悠口说闻真言，由心现啊闻明，由心现闻明，即句道爱安尼念，口说闻真言。心现闻明，如佛奉公明，有公中说过闻明。我哋啊，公中啊说法，密宗基本法，多罗尼迦佛奉公。讲之中所说呀，是故陀罗尼无明其义不异。陀罗尼凡作中起，中一切法起一切义，真少的言语啊，真少的文理。会起一切法，也今下的一切法，终其也是什么呢？这一定要抓到，一定要认真去做。啊，今仔日的一切法终其啊，根之根啊，基础的基础，就是啊，孝敬啊。印祖常在讲的一份圣经，得到一份利益；十分的圣经，得到十分利益。因可虽然是一个破戒犯罪的 BQ， 因为伊啊，何无间？地狱啊，威胁着啊！我不是呢，用无比真诚的心，感动阿弥陀佛现身说法。那不是真诚，哪会当感动呢？现代人啊，缺乏的都是这个真诚的心发不出来，为什么孝敬的心吗？真诚的根本是孝敬，啊，孝是以父母做代表，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。可能无一个伊唔知影通孝亲尊师诶，无读书诶人，睁开葫芦唔捌字，但是咧伊知影通孝敬，安怎知影甲老人学诶啊？世世代代的老人都嘛知呀孝敬，啊，对父母确实孝顺。听讲某一个人是
家族的父子，古早时阵称父子，还有现在称教授、教师这个意思，是真普遍。问你讲，你伫倒只行业工作，我是做父子的，啊，就是做教授的，从事教育工作的。听讲，迄人是夫子，恭敬之心由怜而生啊，子子连连就生起恭敬心。这伫咧古早，两百年前的时阵啊，那最近这两百年。前一百年疏忽了，就是讲无咧尊敬咯。啊，表面上也有，心内是拢嘛无咯。对爸母无真正孝顺，拢也个是仰奉淫威啊。啊，表面恭敬。实际上无诚意啊！啊，对老师也更加免讲咯。啊，所以现在好多无咯，书多嘛无咯，这是危机的根本的根本啊！无一家来用功夫咧。中国的文化复兴无指望了，啊，咱要安怎把这个孝敬做出来呢？佛教伟大呀！佛教确实是博大精深，伊啊大伫倒位，伊个孝敬比咱世间个孝敬大起啊太侪咯。啊，咱世间是孝敬父母、孝敬师长。啊，佛在戒经内底有甲咱讲，菩萨戒经顶面讲，一切男子是五夫，一切女人是五庙。这个孝敬，伊哩只知影讲孝顺的父母，大太侪咯。咱不如意啊！对啊，一切众生，不过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咱对佛尊敬，一切众生拢总拢是佛，敢未尊敬？所以好个敬呢，你佛法了，对是真正至高究竟圆满。但是咱伫今下日，无看到一个人是安尼去做。但换一句话讲，今下日这个社会，咱无看到一个真正的这个佛弟子。为什么呢？真正佛弟子看一切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啊，好呢？动物佛庙，经咧动物佛道啊，真佛地处啊！咱用这标准一个个形容，咱是几佛地处，无做够啊！
啊，必须要在台林主席来对表演出来，叫算笑啊。啊，想看嘛，我要对我的父母讲话，我用什么心，用什么态度？啊，今仔日阿弥陀佛来咯，释迦牟尼佛来咯，咱对佛如何恭敬呢？咱对一切人啊，应该是这样样恭敬。真佛弟子，弥陀弟子啊，不容易做到啊。所有的这个佛门弟子都做到了，佛教哪有未兴的道理呢？啊，人人看到，人人欢喜啊！啊，你孝顺伊啊，你尊敬伊啊，伊哪会讲未欢喜？啊，佛法的兴衰，正法是不是救助？拢嘛在家己啊！我伫外面呢啊！啊，跟外面境界不相干呐、啊。那无足够，是佛的罪人呐、啊，是祖宗的罪人呐、啊。你应该啊，该伊做教，爱做好，多家己对家来多，多众生嘛对家来多，家己哪不做好，要安怎去度人呢？家己骗家己，搁骗众生，这个果报啊，是伫三途啊，咱知影讲就是无间地狱啊。啊！必中其来对所讲的这话，这就是极乐世界啊！世尊的讲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这来都讲真话咯。甲《无量寿经》顶面讲的拢无同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好三十二上八十种好。观经顶面不是安尼，观经顶面讲阿弥陀佛的布心，心有八万啊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啊四千好，每一个好奉八万啊四千功，每一个功名内底拢嘛有佛菩萨伫咧啊。讲经啊，说法度化众生，比啊，这个讲较详细。佛方讲讲中之中所说，啊，世尊跟咱讲的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佮跟咱讲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伊的这布心跟阿弥陀佛是完全同款，无丝毫差别。每一种生的人，拢嘛是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功，功有无量佛菩萨。在讲经教学，
普渡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是菩萨的是一切三世无碍明定诸三昧，有啊，一切三昧中的无量阿精吉多罗尼，都是定符合，名为我爸多罗尼门。啊，名为五百多罗尼门，即为菩萨显化功德种，无量阿精吉多罗尼，归纳作五百门类。这个五百门展开。是无量阿精吉多罗尼菩萨功德种，下面讲该三昧定业，定力发挥所得，作为多罗尼。智慧是对定中生的，定生慧。所以佛法讲真实的无重视吉祥啊，但是呢对初学还用吉祥来做方便，啊，佛教教人吉祥的这目的伫倒位，唔是讲经典念释的距离，目的无伫即地。目的是要让你啊，较简单梦想的啊，用念经、读经、背诵的方法，把你迄个梦想打掉。目的是即个帮助修定，这唔通错唔丢咯。啊，既相识，俗相识。啊，伊啊注重读书千遍，是要叫你即来对开悟，以义自见，因来对意思，哇，忽然明白咯。目的伫即地，啊，唔是叫你记较多。是要让你开悟的，哎，换一句话讲，用读经的这个方法修定，啊，定就是啊，这一心一处啊，把你的心修做一处，就伫这经上，容易伫即地，但心真正会当定伫一处呢？定的时间啊，久也开悟。啊，定久了，这就是啊，因啊，开悟因有咯。啊，不一定拄着什么缘，忽然间啊，伊就开悟咯。一悟一切悟，那这部经的意思拢通咯，一切经义都买通。所以说世间一切法嘛拢会通，是这款道理啊。啊，来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都有这个方法啦、啊，有怀疑。明白道理了后，对于这款方法都未怀疑，那你当接受，我嘛愿意修学。
啊，好，咱过来看下面的这个文。下面是该三昧定呀，定力发挥所得，作为多罗尼，如地多轮屈，是三昧修行，是救修灵性多罗尼。智慧那一个开，会当掌握到一切法，总纲领、总原则，真像佛法的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都是戒定慧这三字。一切诸佛菩萨啦，成佛都靠这三字啊！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总多罗尼门。你今仔日无爱改，现在人是什么？我改无爱，定嘛无爱，我就要毁。啊，要安怎成就慧都加读书啊！伊唔知影讲加读书，一定的都是知识，啊，唔是智慧。知识啊，甲智慧是两项代志啊。我有幸有这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你啊在会当中我有看到参加舞会的这会友，拢嘛是专家学者，拢嘛是博士教授。政府高级官员，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，那今仔日全世界社会问题发生咯，未解决啦，这个会开个真长时呀，啊，唔是讲短时间啦，1970年代联合国发起，到现在50年咯，啊，一年开偌济会呢？现在这会友啊，信心啊都拢无咯，这个也真可怕咯，无信心咯。啊，我有幸去参加代表啊，这澳洲大学，我无学位啊，我无教授的身份，这是联合国基本的条件，所以学校送一个学位给我，嘛送一个教授的聘书给我。那用这身份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这活动，我将鼓励中国、印度、佛陀这方法给大家报告，因听着真稀罕啊，无听过，闻所未闻啊，听着真欢喜啊。回澳啊，散会了后。问啊，到底咧开讲食饭，即真侪人来问我，法师啊，你讲啊真好，唔过啊，这是理想啊，这未够啊。
这是啊，甲我当头一棒，啊，这棒甲我拍精神咯。我知影我袂当解决啦，真正原因啊，伫倒位咯，嘛知影咯。所以我就提出四字：信心危机。所以这危机，拢嘛是对信心危机生出来。这真可怕咯！人若丧失信心，真正是一切拢完了。啊，我认真来去观察、去检点、去反省，现在人真正会当试过去调查、问看卖，你有相信家己无？我无拄着半个啊！我唔敢相信，啊！外面外人相信父母未？会相信兄弟未？会相信老师未？啊！你的工作有相信的顶司无？有相信的同僚无？答案呐、啊，拢嘛是否定的。这社会哪会讲未乱呢？这个地球哪讲未出大事呢？这个物件扯掉了，那嘛有方法了。要安怎来拯救这个社会呢？来帮助这个地球？那就是爱把这个信心坐回来啦。啊，所以咱才会发现，这个阿摩尼佛老早都有把咱做出的这个好的榜样咯。啊，在佛教啊，传到中国这2000年来，历来祖师大德嘛，甲咱啊做出这个好的榜样。老一大师都讲啊，非常清楚啊，明了。甲咱讲学习圣教啊，学习大乘啊，要对得有起，对自信有起。净土宗三个条件，就是净宗的多罗尼、信、愿、行。啊，信是第一，无信绝对袂往生。有说也无离婚，啊，变成信呢？那么大师讲了六个。第一个信家己，信家己是什么呢？佛弟经常讲的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。相信家己本来是佛，相信家己念佛来一定成佛，就相信家己啊。那家己不相信，后面这五个信拢是假，啊！第二个信他，这他指啥人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。其实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，咱对爱相信，未怀疑。阿弥陀佛是啊，叫做世界教主，是释迦甲咱啊所介绍的一个人。释迦的介绍，阿弥陀佛是所介绍，咱来相信一点啊，未怀疑。啊，然后这信利益啊，
这里的道理是什么？都要创清楚，尽书啊，书是念好成佛。你呢是本来就是佛啦，是心是佛，这是你的。那现在我念佛求生净土成佛，这书啊，信因信果，讲六个，那信诸信他信书信理信因信果。故作圆满的信心，无丝毫疑惑，我定得胜啊！品为官家呢，正好大师讲，是伫你的念佛功夫的浅深，唔是时间长短，嘛唔是伫念佛念偌济，就算讲你念一句佛。你功夫深咯，那功夫的根是什么呢？啊，功夫的根拢是信心吗？然后你才知影讲信心是偌重要的。啊，人具足信心，你已经成就90%了。太重要了。这未当唔知影呀，啊，那唔知影，咱啊做事诶，力多啊，用未到点，偏去咯。啊，你啊，真正拢通达明白咯，咱这个力度就用到点咯。哎，伫这效力顶面来用功夫，啊，伫这经力顶面来用功夫，啊，伫行力顶面来用功夫，啊，真诚的孝心，真诚的啊敬心。咱啊，这个根则定会在啊。那成就就不可思议了。那这两字是大学问，讲一世人都讲未尽呢。那古人讲啊，究竟处啊，有一丝好的疏忽。有这四会大意呢，拢是不敬，拢是不好。那心爱是灭啦，无迷不知，方方面面拢无得爱想着。方方面面拢不来照顾着，这是不容易。小心小心，风俗浮庙，风俗思中，同款道理，父母对儿女照顾真正是无微不至啊！用心细密，你如果跟父母来比，差足远的。那一般人常讲呢，那一旦用。再有个利禄迄种的细心、细致对待父母，
这真正好。大好啊，小鬼啊。对待父母的细心超过对待儿女，这是大孝啊，这真孝。那现在这个世间，是要多找这款人呢？那人讲是无做出来，甲社会大众讲孝敬，伊无看到，毋捌听到，伊听到了嘛会点头，但是怀疑。啊，伊嘛会讲这事一般人做袂到呀，家己嘛做袂到。咱过来看下面是诸三昧，将诸法实相智慧，人生多罗尼。这三昧重要啊！三昧禅定是自心一处。啊，只有这些秘书，这一个一切法的是上智慧相应。这个对生啊，多罗尼呢？这都是。一切诸法功能完结，你就找到了。有三昧，但是心相应法呀。多罗尼嘛是心相应，嘛是心不相应。那三昧。决定是心相应，那多罗尼是不一定，多罗尼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还有正面的、有反面的。你我无讲，我了后纯净，你了后拢相反呢。这就不同款了。如林的文奇多罗尼，随心清灰也不信，相随人行如影随形。你估计的，你叫多罗尼的人，你要有贪嗔痴的心。啊，他们是起无死去，贪嗔痴这个相应，那就是反面的。你的比贪嗔痴，你把手段较高明，为什么有智慧？这智慧叫做社会，无正了。
啊，那是得到清净心，得到平等心呢？贪嗔痴慢啊，就无去咯。为什么有贪嗔痴慢，心未清净，心未平等？啊，伫咱家个在发现。诸佛菩萨所得的多罗尼，你的心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个多罗尼成就一切显化功德，阿修罗罗刹福报大啦，智慧嘛未衰啊。你哪地的多罗尼？你也啊，累积无量无边的这恶业，啊，最后的果报，不是伫个是无种因土，是伫个无间地界，无共款，这是咱袂当讲唔知影呀。在地多论之一，三昧者，即在心相应时现前，如般胚未烧，般的胚胎还未提起烧，未当堆水，那一定在伫油来做烧给了后，才会当去堆水啊。所有般相不能成罪，多罗尼如今火烧，然后的变作兵器，我能持菩萨无量功德。罪心不相应时，例如心事烦恼。也常随人行，如影随身。这是定和烦恼，无等烦恼，定福，非得会当啊，去转烦恼啊为菩提咯，由地多轮转。多罗尼世世相随菩萨，这是阿赖耶的经济未去未记哩。但是呢，诸三昧不逆，迄以心时，迄啊时以心啊，这是指一个。投胎换只心，定就无咯。那一个转世也就无咯。我地多罗尼一得，应得性无三昧啊。这是多罗尼个三昧无共款的所在。多罗尼是个总纲领、总原则也着咯。甲禅定、清净啊、平等心，相应，毛不相应？相应是显化，这种显化，投胎转世，伊嘛转落来了，不显化，马地就转落来。这人就看讲伊来世，地人心或者地的天心，总在啊无言不懂。那对了后的父母教养你，你变成圣贤；那对了未晓教的父母，
你可能会黏到一些不良的湿气，就变坏了。因为啊，你有多罗尼变坏，也是会做啊真大的事业。阿修罗罗刹摩多奇罗，也会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这大事业，惊天动地。但最后古堡呢，那个显心的，伊是入涅槃。啊，这个罗刹伊是入地狱的。啊，两个极端。龙马在啊，五言不懂啊。要按怎好伊啊，生生世世拢会拄着好缘呢？啊，这真的代志，总在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都未去拄着恶缘。菩提心是什么心？专心专力为别人的心，这是真正菩提心。啊，所以四方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发这个心未对了。那为什么佛菩萨加持你呀、啊？护念你，诸佛护念你，用天显神来拥护你。啊，你得到这个加持，所以啊，你拄到缘，拢嘛是善缘；拄到缘，拢嘛是帮助你提升，会帮助你对路。啊，有时智慧一定爱甲慈悲相应，这人袂能脱开的。啊，慈悲是为着啊一切众生，无为家己。啊，有下己为人的坚定意愿。啊，这会当补掉，来生啊是不退转。啊，有一点点丝毫自私自利念头的，不会掉了。唔通讲连一点点啊，也无做，确确实实一杯提壶。未当接受一滴的毒药，但一滴毒药，甲你一杯提壶，全部拢破坏。这都是都爱教导人，哎呀，慎独，哎呀，小心啊，谨慎。迷失恶念就唔通有啊，迷失恶行嘛是唔通去做。啊，修心，哎，清别，啊，修义，哎，无我啊。不加众生，是破心见开始。啊，修行速度完，你的心见啊破落。每个执着这个心是家己，所以啊，
伊呀，未为着这心作业。反复作业，而当工百分之八九十拢是为心，唔得啦！目睭要看，耳孔要听，拢是为眼耳鼻舌身啦。嘴子要食咪咪的，啊，心要穿华丽衣服，拢嘛是为着这心啊。啊，这是佛惹着咱六道轮回的总原则，六道轮回的这众生。啊，就是讲因未歇，颠倒的观察到了，家己对这落手，破心见，破边见，边见内底的最重要，无对立的念头，啊，慢慢也引导咱啊，归向无著万法的，是共一体啊！啊，后来回归到这个意性。这是事实真相，老子嘛讲，天地有我同根，万物有我一体，真正是同根，是一体啊。你才会真正了解到爱护一切万法，未甲一切法对立，放下成见啊，会当兴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成见若无放下，这两个做未到。那这是破坏习惯来对最重要的两条啊。咱看下面的一段，最后一行，华严三昧，乃佛华严三昧之义称。咱简称是华严三昧，佛华严的三昧，以一真法界，无尽缘起。为理处，理也是理论依据，处的是处向，啊，无尽缘起，华严观讲的，出生无尽。都是无尽缘起，啊，华严是以这个为啊理处啊，以尽法界的理论。以故啊，一经发解
故这个处是故，已经发解都是圆满的自性啊，回归自性，这就会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个佛果在华严经称为妙觉。已经发解啊，咱的参考资料内底有这段：无离缘一，无梦缘真，高天啊永劫，伊甲真永会做会，伊就是真，真就是一。经过是融会做会，叫做法界啊。啊，法界呢，也就大乘教定咧讲的净、相、理、思、因、故，用这六字，把经过法界全部拢包括。两性一体，称作是法界。那换一句话讲，法界是圆满的自性，那是圆满的实相。无条之间的一切法，佛法讲的比无条更加大，就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都是一法，就一法界。啊，一法界内面有啊，有无量法。无量无边，无所无尽。黄严经常讲，伊即是道，道即是因啦。啊，人生万法啦，万法都是一法。伊是人生，万法是所生，人所是因，不是理。所以啊，一即是道，道即是一。啊，一道不离啊，这个一真。即是诸佛平等发心。大乘教称这个为大光明宗。啊，第一净宗称为上直公，上直公土，上直公心，上直公内面心甲土用作火，啊，公心会用呢，公土嘛会用呢，为什么以是凭功名？这个光明里面三种现象都嘛不可得，物质现象不可得啊，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嘛不可得，自然现象不可得。啊，所以不是用的上直公的人，他根本都不知道。
那用立上一公的人叫做妙觉如来，这是啊究竟的佛故，无上正定正觉。啊，伊伫倒位，伊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在当下啦。啊，上一宫内面无空间，无空间就是无距离，无恒均，那就在当下。你无空间，无时间，无时间，无前后，无过去未来，无空间，无十方，无上下，所以当处都是啊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。元秀国师宦官观顶面跟我们讲了三个周边，这是一个不思议境界，讲不出的马给讲出来了，能细心去体会伊个意思，伊个周边法界，这就是咧讲什么呢？无距离，无前后，时间空间无了，念头在叮当，周边法界。那周边十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无一个唔知影的。这念头在叮当传播，那么知影咯。真像咱心是一体，身躯一支汗毛，那个叫汗毛，甲背起来。有什么听啊？专心拢知影，所以牵一发啦，离动专心，专心拢哪知影？当时知影啊，整个宇宙嘛，跟咱是一体。所以咱这个汗毛有出代志，那专心知影，整个宇宙嘛知影。这是都一挂人必须依爱入这个门啊，才会知影。无入这个门，伊都唔知影。啊，这个门都、就是啊，如来啊，大般涅槃门。你按照你一切啊放下就入去了，放下梦想分别执着就入去了。会记得哦，顶格菩萨也有一品心上无明的习气，阿未断去呀，你都未当入去。在外面的等，但这份失去，那登去了，伊就让入去，入去了，变法界啊，虚空界，皆啊，微细波动，伊拢知影。
无时间，无空间。伊也甲伊切众生感应度高，嘛无空间的限制。迄、那个现身是同处出生，阿弥陀现在面前，是不是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迄个比起来，不是，就在当时啊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发心变化改？但伊发心就是上极光，咱伫上极光内面，所以啊，伊随时现身未。随处现身，拢是灭尽。啊，就来对着的讲时间跟空间咯。啊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的是空间。随处灭尽，无时间跟空间。你所谓就在当前，咱本来就是一体，咱家己唔知影，咱啊该用成一体，什么拢知影，该完全共款。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大行拢共款。啊，都会地上变化界啊，虚空界，现无量无边心。供养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听闻经法，同时可当普度一切众生啊，这叫做大自在咯。啊，所以法界都是诸佛平等发心，就大光明中上一讲，从本以来不生。不灭，伊无生灭，非空非有，未当讲空，未当讲伊是有。为什么三种现象拢无？为什么未当讲空？也现一切相。那现一切相，决定了无起心动念。啊，上安怎现？是众生有感吗？啊，伊对应。你家己无起心动念，现色是众生的这个色感，现心刚经说法是众生的意所感的，拢嘛是众生啊，众生希望看见什么心，伊就现什么心。那一定是随心应量，你是相信未看错。啊，咱每天看阿弥陀佛的相，看四十多年咯，就这尊相。啊，就凭这尊相，我四十多年，啊，所以我往生的时阵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一定是这个相。为什么心在想的是这个相？伊随着我的心念现相，伊就现这相来。哎呀，接引你去极乐世界。花开见佛，这不是这相咯。啊，是什么相呢？我家己的心，跟阿弥陀佛的心，完全是同款的相。啊，比这相殊胜哦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功啊，现那个相，观无量寿佛经顶面所讲的啊。啊，理名、理相、
伊无名，伊无相，无来无我。啊，无来我，为什么一片光明啊？唯一真实啊，不可思议，是明义真法界。所以真法界就是上即讲，那一真法界就是大光明中啊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一体啊，一法心呐、啊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，这个、概念咱都爱有。咱来回归诸生，都是回归啊，一真法界，啊，都是回归啊，一发心，甲一切诸佛如来一共一个心，会记得无心相。心相是什么？心相是光明啊，光明遍照，无照未到的所在，尽虚空变化界，拢总照到了。这啊，真正是啊，不可思议。那所以现在咱啊，头一项的。这个大师不能坚固执着心是家己，你这是真正真容易用力上一讲，那定定执着这身体啊，就未当入去啊，未当入去，最后也是来入去，但是要经历真长的时间。但现在对这个心，对这个境界，如淡薄如好，所以金刚经上佛家人呢，说明后修行的方法，也就是每后即修记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如落叶如电影，作如时光呐。即修记所讲的，达理达故啊，真实。不忘是真的，咱这世间爱给伊看作是一张的梦，迷梦啊，定乎是灵；恶梦啊，定乎灵。灵跟灵是平等的啊，只是有差别都无啊。啊，今天咱顺境定有灵，逆境嘛定有灵，善言定有灵，恶言嘛定有灵。咱咧头一步就划入去清净明定，而且个门槛咯，就入去咯。啊，心地清净明定。一定啊，心净土。为什么心净？这佛土净啊，这样叫世界佛土。啊，清净心、平静心，因对到叫世界去咯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要安那修呢？淡薄一点啊。卖认真啦、啊，卖计较，这叫真修。真正会当看到这一切相，就像会看电视同款，像看电影同款。有无有啊？我们讲有无？无去咯。啊，空有是一，不是理啊。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。啊，无来啊，无我，唯一真实，不可思议啊！这叫做一真法界。
啊，一斤公体，诶，面啊，公用，你看，一斤发解无尽元气，无尽元气是公用。啊，现在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